别小看经期出血量，严重贫血恐中风。43岁的女性，她说她这几个月月经每次来都差不多快20天，早上8点多起床，发现右半边不太能动，做一些理学检查，血色素只有4，看了电脑断层，确定是缺血性的中风。可是中风的病人血色素又4就很奇怪，应该是哪里在出血？一拖他们就哇，像仙草冻的那个血块从阴道出来哦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